下来真的要排好久好久，吃太多会变肥啦。我昨天还卤了一锅卤肉饭呢，卤超久的啊！我发现我细纹又变多了，因为最近在晒太阳，没有防晒，怎么办？是这样啊。哎，这个礼拜六博物馆日你要干嘛？哎呀，我报告还没写完。对啊，什么都要写报告啊，要讲 Les Media 怎么写啊？我的天哪！啊，好好吃哦！你要不要来一口？想到我还有作业没写。哎，你知道什么牌子眼妆最好用吗？怎么办啦，我作业没写。我用了好多牌子哦，都非常的烂。最近用的一个高丹丽的好像还可以，用看看好了。哎，我老师说我再不写我就要被他打脸。嗯，我告诉你哦，洗脸是非常重要的哦，对皮肤的清洁一定要注意再注意。然后我现在到晚上洗三次脸，用很多的产品。超好吃哎，你这不尝一口吗？超好吃啊！快吃一口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！好啦好啦，咬一口呗。啊！被你弄得很恶心哎。有什么关系？出来野餐，大家开心。不少饼干啊。为什么饼干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？
最近有看电影吗？我看了一个美国的电影，然后叫《铁人》，很好看呢，那个特效做的超级棒的，就像活的变形金刚一样，真的很好看，一定要去看哦。天哪，这让我想到我昨天卤肉饭，真的卤超久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个卤蛋还要卤好多次哦。嗯，最近巴黎太热了，一定要防晒，脸上斑都跑出来了。我要去买那个植村秀的隔离霜啊，我朋友说超好用的。
错，那你怎么来？哎，什么时候我们要去逛街呀、啊？天气热，我们去买衣服好不好？今天真适合野餐啊！你知道吗？那个 GAP 哦，最近出了限量版的 T 恤哦，这种艺术 T 恤上面很好看的涂鸦，还有 logo， 然后也不贵，我们去逛好不好？谁说一定要防晒啊？自然就是美啊，超美的，我喜欢。难怪吧？我还是喜欢这个。你要吃吗？那是什么？你骗了。那天做包子超好吃的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我回去哦，下次要吃麻辣锅好了，好久没吃麻辣锅了。为什么那个肉要卤这么久啊？在巴黎都没有吃到好吃的麻辣锅，都只是炒菜而已，太普通了，不好吃。哇，我那天看了阿丽的 video， 好棒哦，我超喜欢她那个橘色装的，好想我哪一天就去来穿穿看。然后走在街上就去拥抱别人。你们都有红玫瑰的年卡对不对？最近有什么很好的展览是不是在那边？是不是应该去办一张？哦，后天有那个博物馆之夜，你要去吗？上次看那个 Louis Barra 的，他的东西我都不太看得懂哎，可是还是觉得他的作品好有力量哦。我前天去逛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店，然后他买了一件洋装，竟然要200欧。然后我看到，我想说，天啊，这哪来的200欧啊？我应该去买，我应该去吃个20碗卤肉饭。今天有在那个书报亭啊，看到那个 Vogue 的时装志，居然24欧一本哎，超贵了。可是里面的东西都好漂亮哦，是今年秋冬的那个新款，好想买哦，可是太贵了。这边的出版物真的太贵了。是哦。